在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很幸運地得到一間名聲不錯的公司聘任的。在七年之內，其實我經過自己的捱更底夜，離鄉別井，儲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我覺得我用錢可以建立我的人生，拿到我的信心，還有我覺得可以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面被人仰望和認同。結果其實我將剩下的一半的財富輸了，再欠別人的一身債。我跟神說，我說我相信你，我會更加相信你，我會轉過另一種投資。曾經有三幾次，我霎時衝動地跟神說，我說神啊，我願意用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來對換取我媽媽信主。我是來自單親家庭的，婆婆公公是我的照顧者，我會用計時炸彈來形容我和我媽媽的關係，無論在家或者學校中的我，甚至大個了之後在職場上，我都找不到我自我認同感，跟異性相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所以呢我就決定去尋求同性的關係，我很想解開我這30年來的心結。是主的愛帶領著我和我媽媽的關係走出了這個困局。我明白到因著在基督耶穌裡，我找到了這份愛，從主身上而來的安全感，令我明白到就算全世界也離棄了你，主也必不會離棄你。咁我開始工作嘅期間咧，就加入一間叫做好大嘅機構，就 A 銀行嚇。咁、我初頭咧，大家都即係我媽咪都好擔心啊，加入邊一間銀行好咧？咁原來加入 A 銀行咧就做住嘢先。咁就之後咧，我就加入 B 公司 ，B 公司都係大銀行啊。咁咧職位咧就更加層次就深啲啦。咁啊專係幫一啲叫做高端嘅理財客咧做一啲叫做資產嘅增值。咁所以壓力咧亦都會好大。咁啊試過都發脾氣啊，我試過做嘢咧都掟嘢噶，不如你试下翻教会啦。因为既然你都系有相信神嘅存在，咁点解唔翻咧？咁俾自己多一个机会认识神。咁喺崇拜嘅教会里边咧，让我再次咧认识呢个神，咁亦都系救赎我嗰位啦。咁因为因着神嘅带领啦，咁我亦都系好好彩，又去到施公司。神经常都藉住啲经文咧提醒自己吓，马太福音6:34有提到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那个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。